宝宝，我们等一下呢要去找谁玩啊？找皇室兄弟。对，就是索爱宝的干爹。最近他们也很忙，然后我们又住台南，所以他们见面的时间真的很少，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了。我们就想说，这次呢去你家玩系列就是去皇室兄弟家咯。泽泽呢，他伟伟很期待呢跟他见面。你要看他有什么反应？对呀、啊，看他有什么反应哈。索爱宝，嗨，你要不要进去？快点，进去。那我们喝谢谢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多谢谢，多谢谢。哇，我们来到哪里了？干爹家。这是泽泽跟伟伟耶。你要不要下来？哎、欸，害羞，还害羞，还害羞。给他适应一下，给他适应。要不要吃鸡蛋糕？哇，还是吃泡芙？哦，鸡蛋糕哎，最爱的哎。你坐那边吃好不好？来擦个手霜。看来他太久没看到你们了，他会有点害羞。是小帅哥了耶。对，他现在长大了，对不对？新的投米卡要不要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你最爱的哎！要不要啊？干嘛？干嘛？你看！哇！小宝，你看那什么？干爸说小时候要这台，阿姨长大之后要真的。小时候要真的，阿姨会买给你。要吗？真的耶！橘色的车车哎，感觉不错哦。你知道这是什么车车吗？他是比较喜欢我送的三台。对啊，他蛮喜欢你送的三台的。哇哇，对啊，慢慢好了，对不对？太久没有见面。哦，对，是太久没见面了。可是其实他每一个看到都是这样。对，他慢慢适应。哎，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去拍片那一次，哎，哭出来。我们有去拍一集奶爸那一集。哦，对 对， 對，哭哭哭。那个太小了，超小。然后我们进去，他一开始还看不太到我们，然后一看清楚的时候，他就是，然后开始哭这样子。他有给我们抱，有。可是你很厉害的是，对，你有把他抱到睡着，他在你身上睡着，很厉害呢。哇，我要一台。给我的，给我，给我，好要给我。哇，好棒哦！你要分享给谁？我俩可以给你。哇，哎呀，来吧，你看。来吧，去那个乌龟耶！我以为那一只乌龟出来。嗯，哦，这小这些。嗯嗯。然后从车车从那边滑下来。掉了。咻！哇！咻！它有双旋的。有啊。三个。三个对。脾气很差。索爱宝他最近的脾气有被我们控制。有妹妹之后是不是更好一点？好很多。对啊，有妹妹感觉比较。对，他会变蛮多的，很棒哦。你现在来这边玩，适应力算蛮快的哦。那他喜欢小动物吗？我们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动物那些。然后因为布布他们家有那个长颈鹿啊，是那种小公仔，然后他就拉着他睡觉。哦。对，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喜欢那些。真的哦。那我们也有准备东西给你耶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有准备东西给你。又有礼物嘞，这个。一个是谁的？一个给妹妹的。哇哇哇！这是什么礼物？啊，兔年是兔子哎。这个是纯金的。哇塞，纯金的礼物。这要给妹妹的，好不好？你要拿给妹妹哦，好吗？还有我，你要帮我拿给妹妹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很好。啊，这个是你的，蛮可爱的。兔子。哇！谢谢干爹。兔子吃这个吗？红萝卜，你要喂它吃，给你喂。啊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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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它这个是什么？红萝卜。那你喂妈妈吃，快点喂妈妈吃。好笑。丫丫穿什么？穿尿布吗？要尿尿布，那是内裤。你有穿吗？你有穿吗？我有穿。我也有。嗯，我也有。你有穿尿？我有穿吗？疑惑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鸡腿？这什么东西呀？可以戴上？你看，它可以戴在头上。这太好笑了吧？这什么东西呀？你喜欢吗？你要戴吗？要不要爸爸戴好不好？好，爸爸戴。爸爸戴。那你拿给爸爸。哎呦呦呦！开始摔肚子。没了，没了。你要趴上去吗？跳。
开始。我们有带东西要给你。哇，关庙面。台南的那个名产。谢谢，谢谢你给我礼物。你喜欢吃面吗？我喜欢吃面面。哦，你喜欢吃面面。好不好？才过半个小时。他就露出本性，这样算快耶，因为他其实去别人家都蛮久的，那我觉得他可以在这边玩得很开心。嗯，那我很想问他一个问题，你喜欢来这边玩还是布布家玩？他不会回答你，我有这种问题呢。我故意问他这个问题，为了让甩宝可以快乐的玩，有没有？还特地把桌子搬开，搬开是撞到，我们就看得很心惊胆跳。对，小朋友好像自己其实他没有觉得很痛，但我们大人听到那个声音，就会自己投射觉得他应该会痛。对，可是其实小朋友比我们想象中的勇敢。对。哎，你怎么突然？我不知道你会喜欢这个兔子哎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你喜欢这种啊？出来吧，你家里是不是有兔兔？有弟弟啊？没有，没有啦，忘记了。现在在那个娘家。哦。嗯，他忘记他了啦。伊家你看的时阵，你就结婚的安尼。他会紧张哦。看他有什么反应。要不然你先。哇！哎呦！哇！妈妈昏倒了啦！怎么办？妈妈昏倒了怎么办？泰山压顶，快点！骑上去，骑上去，快点！起床。啊！起来！哪里？哎呦！哇！昏倒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没有叫他起床，他就一直睡觉了。怎么办？昏倒了！快点，快点，过去！去关心他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你是救护车。你是救护车。出发！救援队出发！哥哥！救援队出发，他要救援了。哥哥！你是救援。啊，你干嘛笑场啊？有没救我？他反应不一样。你看耳朵会动哦。你也有啊？你也有。我也出局。你帮妈妈带。好，帮妈妈带。压住！啊，你压。捏，不是啦。我每次看到我儿子欺负抱抱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我都觉得有人在帮我报仇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欺负妈妈？他在家都欺负我。哇，好可爱呀！哦，你是肚子。肚子哎。叫，还看不到。他是属什么？他是属老鼠。我们差。差了一轮，黄天伟怎么了？是两轮，对，你才十几岁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两轮，两轮，这是两轮，两轮，好可怕哦！哇，放开自我了哦！如果你们看到甩宝这样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可以跟他这样跟他玩多久？我觉得两个小时是我的极限，对不对？可是重点是他是这样一整天跟我们玩哦。电力充沛，电力很够哎。对，自己甩。看不到我。小宝在黄师兄弟这边玩疯了，你们看。看不到你啊！他已经玩疯了。看不到你啊！你的脸呢？哎呦，有了。他进球之后就变这样可怕。对啊。帅宝宝，等一下我们要走喽。你舍得吗？等一下干爹他们要忙。可以吗？好。好哦，好棒。下次再来好不好？下次再来玩好不好？下次给你其他车好不好？好。我可以去找妹妹吗？可以。可以哦。可以哦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。对。好。现在超级适应。是兔子啊。对啊。要给干爹抱抱吗？要吗？不要。突然就被抱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就默默的，默默不要问他，他没有发现他，哇，真的厉害！哇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还要来玩吗？好，好哦，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回到饭店了。老板，你在拿什么？嘟嘟哦，干爹给你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很感谢哲哲跟伟伟啊。对。就是他们准备的礼物是他喜欢的，对啊，而且还准备了小卡片，没错。见到他们，小海宝其实一开始会比较陌生，可是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就热络起来了。他现在越来越大，应该下次见面应该还会记得，因为他之前比较小一点。
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希望有机会啦，下次可以跟哲哲微微约出去玩，嗯，然后让他们感情可以更好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呢，还会去其他的创作者家，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嗯，那我们的影片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小猪哦，小猪怎么叫？爸爸的打呼声，谁会打呼？我不会打呼，谁会？